本期由各路大牌赞助播出，有了大牌的赞助，小编都要发财致富了呢。时尚加点料，一周大连播，千呼万唤的暑期大片《白发魔女传》终于锁定七夕档。魔女范冰冰在为影片宣传的同时，也播上演 Fashion Show。宣传首日，范爷身穿杜嘉班纳2014秋冬印花黄裙亮相，轻盈薄纱材质如她的秀发般飘逸，只是膨胀感十足的黄色暴露了范小胖的身材缺陷，幸好有巴黎欧莱雅 V-Shot 才保住了她一贯的大尖脸。专场的功夫，她已换上 Chloe 2014早秋棋盘格连身裙，一改之前招摇的花仙子造型，变身低调的气质女郎。更令小编感动的是，冰冰终于舍弃马蹄糕，踩上了超高跟，时尚度倍增。装完女人再来试试少女风，李红艳2014秋冬萌兔装暴露了范爷的童心，可要跟帅锅玩亲亲，还是扮成优雅女人才更有魅力呢？比美一更给力的是，范爷称票房过10亿就公布新男友，爱好八卦的菠菜们赶紧去贡献票房求曝光吧。白发魔女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或许比牛郎织女还凄惨，但现实中的明星情侣却是甜蜜的羡煞旁人。情人节最一话题，让我们扒一扒近期的明星情侣着装。分手大师票房飙高，少不了孙俪的站台吆喝，邓超一身反光红，娘娘就用黑灰深蓝来搭配，产后亮相的她肌肤红润有光泽，想必是用了自然奇迹蔷薇 BB 霜吧。而生活中穿超 T 的挤眉弄眼，戴黑超随意出街的默契，更森森透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缘分。幼儿园组完全是男神和女神的完美结合，去胡须半成熟的赵又廷魅力无法挡，高圆圆则扮淑女做小鸟依人状，私底下两人走的是休闲风，天生丽质的圆圆又把海魂衫穿出了文艺女神范，就像是贴合文艺气息的雅诗兰黛 Modern Muse 淡香氛，清新淡雅却又耐人寻味。遥看当年的经典情侣照，谁曾想到如今的出轨门，经历狂风暴雨的洗礼，文章夫妇又破镜重圆继续秀恩爱，只是节俭的马司令依然最爱淘宝款，不过输钱也不能输面子，兰蔻根源能量液让你重拾自信与活力，要评全球最佳着装情侣，非小贝和贝早莫属。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出门遛弯，都穿得宛如连体婴，再加上愈加亮眼的孩子团，最时尚家庭当之无愧。明星衣装太高端，难以吸收太多营养，没关系，热播剧爱情回来了，教菠菜们如何打造日常情侣 look。七杯用一贯的短发红唇超高跟延续高冷御姐范儿，反倒衬得穿粉西服系蓝领带的陈赫更加不正经，冷艳女王搭上时髦花花公子真是十足的养眼。 hold 不住女王范儿，就来看看接地气的文艺女，有个穿花衬衫马短裤玩摇滚的男朋友，把自己打扮的清新鞋采购登对，只要长发披肩或麻花小辫儿，随意一件 T 恤就能玩着 rock boy 出街了。上面那些都是正常派，如果你的男银是个怪咖宅男，那就只能来半萝莉萌化这只呆木头。粉嫩蝴蝶结，蓬蓬连衣裙，复古公主鞋，什么显嫩就招呼什么，但也要切记选对高档货，如果不慎选到地摊货，那就只能变土鳖村妞了。穿情侣装的精髓在于两人的调性要一致，要么风格相同，要么颜色相配，切记刻意追求同款。如果衣服不够大，穿起来就太像淘宝热卖款或校服，那些缠着男友穿同款的姑娘们，长点心吧。时尚加点料，一周大连播，咱们下期见。